信仰，就先请这部影片的大家长志伟哥来跟大家讲几句话。大家好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我一看经常都是女士，就知道大家都是为萧敬腾而来的啊，所以呢，就我们少讲两句，萧敬腾你多讲几句，但是他还是轮到最后了啊。导演来讲，导演。哎，大家好，谢谢大家抽个时间过来看这个电影。然后，我只是想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就是因为我们电影的结尾有一点小小的悬念，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先保留一下，然后先不要这么快的传出去，就这样，谢谢。好，就是不要爆梗的意思啊，不要爆雷。来 ，Jimmy， 谢谢。对，这个 ending 是蛮屌的，是请大家不要跟没看的观众看说。谢谢大家来今天的电影播放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还有就是跟你们身边的朋友说这部戏你们的感受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我们先跳过老焦好不好？先跳过老焦，来，开心。嗨，大家好。好。当然抱着轻松的心情看这个电影，然后希望你们喜欢。谢谢。谢谢晨曦。来，娜娜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对，希望大家喜欢这部电影，对，然后要多多介绍朋友过来看，谢谢。谢谢娜娜，谢谢。来，请马尿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马念先。那希望大家今天可以非常开心的离开，然后记住哦，千万不会那个爆梗哦。好，谢谢。来，祝哥，祝哥请。小朋友大家好，不认识我没关系，我张震的爸爸。希望你们很喜欢这部电影，很轻松很愉快啊，黑色喜剧，很好看。谢谢祝哥，来赵哥请，谢谢赵哥。大家好，我是赵正平。这部电影很好看，麻烦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。谢谢赵哥，来纳豆。大家好，我是纳豆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部电影，谢谢。谢谢。来 Jeff 大哥冷面佛。大家好，我是马来西亚哥黄立成，你好。刚刚我妈妈看过了，敲进来打我，她就一直哭啊。然后我跟你讲哦，你们都是孝敬的歌迷，我打她你们不要恨我。好，谢谢 Jeff 大哥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男主角萧敬腾。很高兴大家能够在这个时候我们聚在一起，然后分享这个时刻这个作品。我很期待你们看完的感觉，我相信是跟我一样，我很感动，真的很感动。希望大家把这个东西告诉大家，那不可以破梗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老萧，谢谢。好，大家记得今天看完电影的任务，这部电影在7月20号这个礼拜五正式在全台湾45家戏院上映，是非常大的上映规模。台北就有17家戏院，我们希望每周末的每一场都能够像这场一样大爆满，然后要让这部片成为这个周末的票房冠军，这样会有杀手欧阳盆栽第二集、第三集、第四集，然后都找老萧来演。OK。还有第五集跟第六集，还有志伟哥要再讲。好 ，OK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来，麻烦我们大家往这边好，然后面向荧幕，面向荧幕，拍一张大合影。啊，突然间咁突然？你哪边来？